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噔噔噔噔Ballet Club， 看他们的课堂。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专业舞者还是每天都要上课的哟，每天还是要练功的哟。其实这个票真的是很不好买，我们是整点一开卖就下去抢，前面的票已经全部都没有。因为我们不是他们英皇的会员制，前面的票是开放给会员，已经提早就可以先买，而且那个票立刻我买完之后看全部秒杀，所以今天坐在一楼稍微后面，不晓得看不看得进去。特别来看舞者们上课，其实是大型。这出毛的还是怎样？就是哭泣而来。这我呆毛吗？圆呆毛，圆呆毛是怎样？开毛吧。开毛啊！这我的呆毛吗？这出是怎么的？哎，好像差不多可以进去了。Thank you very much. Bye. 15跟16哎。哦，中间哎。我刚好是卡住两个。都不知道我买的这么中间。哦，他们在。我们已经在台上暖身了耶。它还是会有自己习惯站的位置。这到底有没有我们认识的位置？好远哦。他觉得是很近啦、啊，我们已经看完 live 版的《芭蕾 day》啦，传说中的 live 版的课堂。然后现在呢？他在上厕所、哦。我们这次的四场表演已经全部看完了。手机又没有网路了啦，欧洲的网路真的是烂弱爆。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饿坏了。我们现在要暂时小别一下午，我的旅伴要去大英博物馆。因为有人说他看过了，所以他可是因为我去过了，我不想去，所以我决定我要去上舞蹈课。刚才看完专业的舞蹈课，待会就要看镜子里面自己的蠢样，辣眼睛。所以我又回到了剧院旁边的凤梨，凤梨真的离英皇好近哦。今天的课有一堂 general， 一堂 elementary，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这个没有吃完。哦，站在这先吃完，吃完一下。我们预定一点钟分离的，所以时程表上是写一点钟，所以现在还有八分钟，还有八，距离我们分离倒数八分钟。在舞蹈教室门口吃面包，跟在台湾一样。再联络。对，晚点见。晚点见，晚餐见。小别胜新婚。哦，拜拜。上课喽！现在离上课还有大概半个小时，我要来吃我刚刚买的大沙拉。A few moments later， 我已经下课了。然后因为欧洲网络实在太烂了，我现在整个被断线。本来还在路边偷用人家的网络，现在躲进咖啡厅用这里的 WiFi， 太烂了吧！现在在这里等我的旅伴来找我。叽哩，你的行动网络来了。我的那个，我的热点终于出现了，我现在可以，你可以上去玩淋过雨吗？
虽然我帽子什么的全都戴了，然后是很大的，很大，然后整个外套全湿。结果我这个在室内的人带了一把伞，然后我走到一半就开始下大雨，然后他去外面淋雨。他看我穿防水外套，不要了，那不好。我们今天很 free， 没有什么行程，所以我们上网找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素食 buffet， 是哈利波特的音乐剧院哎，好可爱哦，好可爱的剧院哦。他说如果上面有写这个 V 就表示是全素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蛋素。 Yeah? No? I come from Taiwan. 夸张的价钱，这已经是超高级素食自助餐，100公克2.7元，好，差不多了，100公克100元。那好怀念台北那个100公克26块自助餐，是我的旅伴感到很困扰，因为他找不到他可以吃的东西。他找不到他可以吃的东西，我的东西看起来干干的，因为这是唯一不是有酱的。他不吃任何有酱料的东西，冰的。吃啥啦？这样够了。这沙拉饭还蛮好吃。거기는스프라우트랑치킨은20원이야그렇지그다음에소리스프라우트는뭐야그렇지면천천면매장면우리가원고를뽑았는데추가랑배기때문에真的是千层面的味道。这家店最大的卖点应该是灯光很好拍，随便拍都 IG 照啊。吃完了，觉得大家好像一点饮料来这里慢慢聊天，慢慢享受美食。我们两个就这样，就把东西吃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找东西吃饱。对，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下一餐。你们两个大口袋，又来超市觅食了。我们今天又早早回到饭店来了，然后因为刚刚的贵族自助餐完全没有吃饱，所以又进入了阿许的深夜吃播时间。还不到深夜了。阿许的晚餐吃播时间，现在我要来吃这个 Tesco 的水果吐司，然后配超便宜的豆泥，这么大一桶才1磅，不知道好不好吃，搞不好很雷。好大，好多，这样才1磅哎，可以拿来敷脸吧？廉价豆泥。还蛮好吃的啊，就是一般的豆泥啊，跟我刚在贵族自助餐吃的豆泥味道是差不多的。也许他就是用他们家的放上去的。他就是买
他们家，我看看这一包多少啊？300克哎、欸，这包有300克才一磅，刚那个自助餐100克要2.7磅，暴利。好了，不过他有帮我们点小蜡烛。他刚点完蜡烛，我们就起身啊，谢谢，吃饱了。我们两个根本就是去吃自助餐的。人家隔壁的还点烛光，点红酒，然后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两个进去就埋头，然后把那一盘全部吃掉了之后，就啊走。对啊，我本来以为他会吃到把费，就竟然是称重的，这是英国哎，称什么重啊？今天的优格吃，啵啵，变大盒了。Alpro 的豆奶优格，可是今天的是希腊优格。哎，是大盒的，因为大盒的比较便宜。葡萄一盒才2磅哎、欸，这里根本就是那种爱吃一颗一颗的水果的人的天堂。嗯，优格配葡萄，嗯，香草味太重了，我比较喜欢没有味道的。今天阿许吃播最后就是用超不健康的洋芋片画酱据点。这个洋芋片虽然这个牌子台湾也有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进这个口味。这个醋加盐的口味是我最爱的洋芋片口味，可是台湾人好像不吃耶、欸、在台湾都买不到。明明就很好吃啊，又酸又咸。顺带一提，在英国洋芋片不叫 chips， 叫 crisps。给我念一次 crisps。如果讲 chips 的话，会买到薯条哦。睡前吃洋芋片最好了。嗯，晚安。